刘辉，刘辉，拿以我的天资，你觉得要修炼多久啊？我做这事儿，也就只能感动你吧。你能帮我把黑炎搬走吗？ 我还是勤奋修炼，早日把这祸害还给你吧。宝子。 地下城，又闷又湿，还整日整夜的不见天日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起床都不知道。昨日敲黑炎真的有用，看来滴水石穿，指日可待。天耀，你说的没错，果然不能轻言放弃。你有信心便好。